有大明星。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呢是苏有朋，然后我们要他带也是带了很多从小到大珍贵的照片之外呢，我们还有透过管道联络到他的以前的朋友，然后给了我们一些是连苏有朋他自己都不知道的照片。这件事情他也不知道，我们这样讲了他不就知道了吗？反正已经剪进 VCR 里了，他现在后悔也来不及，出不掉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欢迎苏有朋进来吗？欢迎苏有朋。欢迎苏有朋。来，这个还不用慢慢来，不要急。嗨，好久不见。是啊，生日快乐。好，你不觉得很虚伪吗？明明才刚见面呢。上次才来，可是上次那个还没有出。是，上次还没有出，今天可以再送给我。是。哇，谢！还有无聊的时候可以翻一翻写真集。好，谢谢。希腊写真集。写真集，我听很多人反应，来，你要不要到前面去？很多人反应说不够，尺度太小，还不够啊，对不对？那大家想要看什么？就是一些黑黑的东西啊。有短裤吗？在里面有穿到短裤吗？短裤有穿泳裤的啊。哦，就是短裤，然后两点也都露。哎，拍得很漂亮，这个风很漂亮。这是很容易的那个气象。翻一个你觉得最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照片。好啊，给大家看一下。天空感觉是这样。对啊，就很漂亮，但是心情都很不一样。我喜欢一个在那个墙壁旁边半遮面，而且你知所未失，对不对？连胡子的那个都看得到，胡渣都看得到，因为很特写。你要翻得到吗？还是说找不到？这几乎真的都翻。找不到就不给你秀喽，没有机会喽。今天真的都放完啦。搞什么？很难找。不过你好啦，不过我们现在看到手上这个写真集啊，就是你现在最近的一个样子嘛，最近的照片。就是去年暑假在去年而已。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呢，有准备了很多你从小到大的照片要跟观众分享。好嘞，这张你最喜欢？对啊，这真的很帅哎。那个拍摄很有感觉，很有感觉。你看他那个眼神，真的，他那个眼神既忧郁又阳刚。妈，你在勾引谁呀？好，我们来看一下。提醒一下，我们是买 CD 送写真猫附加价。哦，真的假的？买 CD 是可以送姐姐。是的。好，不是单买。西亚风光带回家。OK，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苏有朋的《我家也有大明星》。看我炯炯有神的眼睛，俊秀的外表，一定不能猜到我就是小乖苏有朋。从小爱读书，用眼过度成了大近视。别看他戴起眼镜有点挫，又不会太挫，这可是当时最拉风的眼镜呢。成绩优异的苏有朋，高中联考顺利考上台湾第一学府建国中学。当时又会念书又会唱歌的形象，带给不少青少年正面的影响。苏有朋和吴奇隆、陈志鹏在三千多封应征信中脱颖而出，成为华视青春大对抗的节目助理。经过半年的培训，组成小虎队，成为当时国内歌坛唯一的少男组合。当然光是看照片一定不过瘾，现在我们就来回顾当时的精彩画面。当年与师姐忧欢派对合唱新年快乐，小虎队立刻成为全国青少年注目的焦点。红遍了这个青少年跟婴幼儿，当然因为青少年跟婴幼儿去喜欢他，也就连带着他们的家长，很多做爸爸妈妈，甚至这个爷爷奶奶呢，就很希望自己家的小孩能够经由小虎队来带动，去学习模仿小虎队的精神。因为如果我是个爸爸妈妈，我当然也很愿意我的小孩子跟小虎队其中的一个一样，那么活泼好动，会唱歌，那么有名，但是歌也念得很好。在师姐忧欢派对的专辑中，舒适提升演唱单曲《青苹果乐园》造成轰动之后，小虎队立刻推出了第一张专辑《逍遥游》。短短的一年内举办马拉松万人签名活动，逍遥货柜小虎队巡回演唱会，青春活泼的形象立刻横扫海峡两岸，掀起了一股小虎队热潮。逍遥游是小虎队的第一张正式的专辑啊，那时候我记得为了搭配这首歌，我们还找到一个机车的
广告来配合，那又去租了一个货柜车，去举办了全省的逍遥货柜的一个演唱会，那是真的是那个在形象上的创举。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小虎队这次踏上了不同的里程碑，走过单飞、归队到解散，苏有朋到英国游学，第一次为自己感觉到自由的存在。出道15年，走过大眼镜、青涩少年、高光谷的阶段，苏有朋除了坚持自己最爱的歌唱事业，更跨足戏剧圈，朝全方位的艺人发展，在各个领域都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我的妈呀，跳那什么舞蹈啊！有一招有没有那个叫往那边扭，然后还叫着跑步往飞跃，往那边扭那个还好，有一个是脚踢了之后往前扭，对，那个太难了吧？我现在都还做不到，试试看。哎呦，还有一点。你是真的有点要想到了，而且你们三个集体往远方飞那招，对，扭完然后飞跃，我觉得还蛮震撼的。对啊，而且你好像这是第一个落地，对不对？对啊，对，吴奇隆毫不顾同，因为高的情谊。对，吴奇隆就是毫不顾大架势，对。然后那个陈志鹏，他就是还会像有一个芭蕾一样，对，他有一个对是跳跳芭蕾的。那因为你以前是乖乖虎，你也看到我的尴尬了吗？对，对，就是好像硬被人家推出来，然后好像被。不过也挺有特色的，对，好怀念。好，你以前小时候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小时候啊，这应该是满月照吧？刚满，哎，你一般的满月照应该都没有穿衣服哎。对啊，未来也是有些婴儿穿衣服。你有拍过裸体照吗？小时候？好像也有吧，记得好像也有。可是你就在那个阿公阿妈的古厝，还在那种大的那个铜缸里，在那边洗澡的那种，对，就是那边有没有水龙头接？对对对，每个小孩都有婴儿时期的照片，跟现在长得不太像。对啊，其实像我，因为我有看过吴奇隆小时候的照片，他就是鼻子很高，很有特色，就小时候你就看得出来，就是个帅哥的胚子。嗯，不过自己看自己照片，为什么？这没特色呢，哎，只有眼神，你眼神看到我的忧郁，对，怎么会有那么忧郁的婴儿啊？你在烦恼什么啊？有吗？有啊，你看你的眼神好好笑，可是那个时候真的认不出来是你。对，我觉得是认不出来。其实下一张也认不出来是你。不过有个特色就是大头宝宝，哦，那头都特别大，你看跟那个肩膀简直是。哎，其实人家说你，人家说头大的聪明，还真的聪明。没有，如果就是那种头会撞，但是头很大到支撑不了，会往后坠，对不对？就是头很大，这是真的。他这个呢，就是在外婆家。这是外婆家，新竹外婆家。我记得那个院子里面还有一棵那个长玉兰花的树，还有小芭蜡。小时候大家都穿过这种类似这种衣服，这种衣服也有，你好复古哦。哎，可是我很好奇，你那个时候算是调皮的小孩吗？我很皮，从小就过动。所以那时候就晚上都不睡觉啊，所以就是爸爸妈妈都不能放下心说，对，就是你只要一放下，即使假装睡着了，谎到睡着放下来，一放下就醒了就哭，然后还爸爸妈妈没有办法睡觉。那你读书怎么定得下来？对啊，这就很难定下来啊。啊，可是你还可以读得这么好，你不会是读健康的时候还要妈妈抱你，然后一边哭，然后一边摇一边看书？没有。所以你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变比较乖巧都没有吗？其实没有，一直就很皮，超皮。你看这个是那个幼稚园毕业典礼的时候。嗯，来看一下幼稚园毕业典礼，然后那时候长水痘。啊，你在毕业典礼当天长水痘？就那一个星期吧，就长水痘，所以就超臭，一直拍照就是。我跟你讲，如果我单看到这张照片，你给我猜100次，我也猜不出来是你。对啊，你确定会这样？而且你拿到你表弟的照片的。没有，那个是我，那真的是。哎，那时候爱漂亮吗？小时候啊，可是我还蛮有羞耻心的。因为你知道，对，那个时候为了那个去幼稚园，不是也会有那个纪念册吗？那大家就去那个海边拍照。然后我就觉得我很皮，一到海边，老师还没有任何那个指示，我就自己跑去玩水，就上身就湿透了。老师呢就把我脱掉，上身就脱掉。然后呢？然后我就看到所有的那个纪念册里面照片，我都是这样。哦，因为你没穿衣服。哎，所以你有羞耻心啊。小孩子，你从小就怕露点，都现在这把年纪了还不愿意露点。哎，他一有露点，我就是这样。然后另外还有其他。有没有再大一点点的照片？这就一下就跳到了。这是干嘛？因为有一些是同学捐出来的。啊，同学捐的最好看。对，这是同学捐的。这个是哦，这边有了一堆，就是对，这个是我，这是我。
哦，你国中的时候脸，国高中的时候，这个是你嘛，对不对？脸型就可以。那时候大概就已经出道，就已经长了一个乖乖虎的样子。嗯，对啊，你那个时候就开始。哎，你那个时候是不是就是属于那种脾气还蛮好，可是别人把你眼镜打歪，你就会跟他们大打一架那种？真的假的？你从以前脾气就差。我就是那种马上就是说翻脸就翻脸，可是二十秒就忘记的那一种。是这种人。对，我看不出来。所以你我也是那种。所以你最高的朋友都怕你吗？那他也不太会鸟我。他脾气，因为太常发脾气，然后一下就好，所以大家也都不在意。对啊，就是那种，就是非常直接，就开心不开心都一定在脸上，但是很快就过去了。哦，然后这个就是国中，那这个也是。这样是好像是我们在垦丁的时候，我刚刚在后台想了半天想不起来，就姑且把它称之为垦丁好了。不会是低头的这个人是你吧？也是哎。那你这样子，就让你提供那个什么意思？对，提供的其实不是我这个啦，这好像是那个垦丁的那个钟乳石洞。哦，给他不拿出来我也忘了。所以说你跟你同学还有在联络啊？有啊。哎，这个大眼镜，这是你吗？对不对？当时戴这眼镜不是太时髦了吗？其实那时候应该已经是乖乖虎时代了吧？很怕走在路上没有人认出来。不是很怕人家认出来？国中就变乖乖虎了。我是高中啊，我就国中毕业，高中就他就立刻变乖乖虎。哎，不过你知道你同学也有提供照片给我们哎？就是这些啊。没有，他也提供有你露内裤的照片。你知道这件事 吗？你知道你人生中有露过内裤这件事？我不知道。那你知道你曾经有穿过纸内裤吗？啊，纸内裤还为了啊？有啊，有穿过。有啊，来来，还好你承认呢，你看看。哪一个是我？这个。哎呦。哎呀，那有点反差感。哎呦，露内裤就算了，还露纸内裤。而且我们还没看你穿的纸内裤吗？同学说的，同学应该是在家研究林正英。哎，你跟我们讲一下，你当时为什么要穿纸内裤啊？真的是纸内裤吗？毕业旅行穿纸内裤比较方便，应该是吧？那你去海边的时候，那纸内裤都泡软了吗？我也不太记得。好了，你不认账。哎呀，好，还有同学提供纸内裤。哎，你看那时候，对啊，少男的长腿。哇，这应该也是钟乳石洞吧？其实我自己这边都没有照片，都在同学那边。哦，所以这一系列照片都是同学帮你拍的。应该是。所以说那时候你就不能尽情享受那个年纪可以尽情的谈恋爱的感觉了，因为已经是明星了。嗯，对啊，就是要走地下情路线了。啊，你有搞过几次地下情啊？嗯，不够熟哎、欸。真的假的？哇，没有啦，没有。哎，对啊，不要。地下情哦，地下情。都其实我都没有公开过。哎，之前你刚才那个 B 站，你没有看到忧欢派对吗？对，你有跟他们在一起过吗？他们俩没有，因为那时候我是小弟弟，你知道吗？是吴奇隆，吴奇隆大我三岁，志宏大我两岁，所以他们那时候都不会往弟弟那边去看。因为我记得小时候我们看报纸就有说忧欢派对都跟吴奇隆传过绯闻，我小时候都记得，我好注意你们的新闻。对啊，这就是吴奇隆在搞，对不对？反正他近期也在大陆发展，他应该也不会后悔。可以说他们坏话，真的可以啊，真的。还有什么特别精彩的秀吗？有啊，有校队的，你看这个校队。哇，你们那时候我们一开始还在青春大对抗做节目助理的时候。哎，你们这张照片很红哎，就是各大报都登了好久。有过吗？我每次看这张照片，我都有印象，报纸都登。你们那时候都会穿吊带裤那阵子。对，讲真的，那时候你看后来影响到阿亮，好一阵子有穿。对，也穿吊带裤，娇娇也爱穿呢。学习下来。哎，讲真的，那时候你会讨厌他们两个？不会。那你比较喜欢谁？其实两个都不错，因为我那时候年纪最小，他们两个都还算蛮照顾的，都会照顾你。因为我回想起来，我觉得我以前对啊，又训又爱训，所以他们应该还蛮包容我的。哦，这也没有到大翻脸的程度吗？没有，没有。没有啊，你看我跳舞跳成那样子，他们也没跟我翻过脸。现在吴奇隆有没有说苏有朋你太早着地了吧？对，我受够你了，你给我退出。他有凶过你吗？都没有，受不了你。是没有，而且其实他武功很好。他是那个柔道还有什么跆拳道什么都是黑带，但是他从来没有，对，从来没有被我们用过武功。不然他如果曾经被你用过，你现在大概已经没办法好好站在这儿了。一直到有一次好像上节目要介绍这个，然后他就节目请他试拍，才发现哇，真的随便一接近他，随便两招你就会，他真的可以把人吊倒，真的很厉害这样。所以那时候说不合是陈志鹏跟吴奇隆嘛，对不对？对，我想是真的吧。反正他们俩最近在大陆嘛，管他的嘞。搞什么？好，来一个这个。哎，时间到了吗？还可以再看一下，再看这一张好了。哦，这是田园大道奇。那是你们公司以前还有红孩儿。我们那时候有去那个，虽然是第一个去内地做巡回演唱会的艺人。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这是故宫。故宫应该是故宫。你看那时候有姚戴伟、忧欢，还有红孩儿和小虎队。姚戴伟是那时候是。偶像派吗？他那时候是我们公司的师姐吧，然后在演唱会里面也有帮我们做主持。你们看庄客凡以前好瘦哦，真的耶，哎，
因为前两天才有啊，前两天才有他的新闻，真的才有点。张浩凡以前是最吓怕的，对不对？对，在里面就是那种最最时髦的小孩，穿皮鞋啊，然后那种牛仔裤，然后去 kiss 他妹妹的。哇，那你们是很听完的。对，就是那种没有他一到那边他就疯了，更不理我们。那你们公司人一直都很崇，觉得他很时髦，很时髦。其实红孩儿一直是比较最时髦。哎，那你要不要跟张浩凡精神喊话一下啊？你们让他退订。我听说了，可是我不愿意面对。反正他说他是一个月内只会瘦十公斤，我们只能说加油加油了。回到就说多帅、啊！谢谢你提供的照片，然后还在好好聊一下，你有那个活动跟大家讲啊，拜拜，休息一下。好，这次推出的是买专辑送写真集的活动，然后有一连串的签唱会要跟大家讲。对对，我要先打个岔，人间处处有温情。哎呦，生日快乐！我的妈呀，你真的很有人性哎，你很贱，人家贱，说人家有人性。我真的万万没想到，怎么演艺圈的人都这么贴心啊？对啊，因为大家只是客套的。你赶快打开看一下嘛，好好哦，是从家里翻出来不要的。我并不会用这个东西。对啊，你看他去哪里翻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姿势还不错，看起来应该会。不是，你可不可以开快一点？好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一个教室，一个变身吧，是不是？好可爱，好可爱哟、哦！我觉得那个，对啊，那个属于教室。好了，我亲你一下啦。这样林心如会生气。谢谢。好，然后重要是赶快告诉大家活动。对啊，有还有活动，因为宣传期其实只做到20号，那就要拍新的戏了。要回内地了，是不是？就是要拍戏了，这样子。然后就这个周末还有4场。19号礼拜六下午4点在高雄的搜狗，7点在台南3月的新天地，然后20号礼拜天的下午2点在桃园的一蝶，下午的5点在中立搜狗三馆。好，然后可以打电话到02-879-77-78，如果你不记得的话，那要不要好好再介绍一下专辑？专辑我们上次还没拿到手。不要电话。你干嘛拿到人家礼物就对了？有吗？我之前没电你是不是？大家眼神看起来不太对劲。可是你现在突然特别强。你不会，他就是那么假。好了，那如果我跟林心如的话，你要谁？看谁对我好。哪一首是？今天访问林心如，他已经坚称他跟你只有哥们的情感。对，我跟他是哥们的情感，就是兄妹，不会发展出那种感情。应该过那个阶段了，就现在大家已经就变成。收成像兄妹，我觉得就已经很难发展下去了。对啊，而且他真的超正，个性又很好。对他个性，对他个性。干嘛还跟他讲话？扯起来了。好，那我们来聊专辑的东西。嗯，因为我知道你非常那个推崇这张专辑嘛。对啊，来聊一下。很大的期望。你等一下，我们俩之间怎么突然变得很暧昧还是什么的？啊，我在旁边都害羞起来了。我才是，我一下都湿了，我的妈！好了，反正。反正重要是大家去买嘛，如果要听的话，对不对？大家就可以买。现在已经对，我想跟大家应该不会后悔了。这张专辑真的很好听，不然有朋友再多讲一些吗？好啊，我想这张专辑，这样牵手握有非常有感觉的专辑，这样觉得还行吗？我觉得很好，当由你来唱，就是感人肺腑。对，我想你今天收工回家以后听一下，应该可以感觉到我的心意。哎，我找到了，好，传说中的漏点照找到了，给大家看一下。因为你平常真的挺保守的。其实还有一张是彩色，那一张看起来像是没有穿裤子。还有你当时的身体真的是练得很好，有一个腹肌搭配。你直接带到底部这张给大家看就可以了。这张腹肌不够大，要给大家吓一下。对，这个腹肌非要来练，好难练。你看看，腹肌很难练，很难练。哇，你看这写真集是真的挺有看头的。哎，你这胸部很大耶。对，我那阵子对啊，胸部很大。你俩都很大哎。你放在哪？谁的乳房比较大？哈哈哈哈哈！不是，因为在座就我是没有啊。哎，所以你现在乳房还是很大吗？乳房现在稍微小了一点，还有线条了。啊，好，反正专辑好听，写真集有看头，然后重要是活动，大家一定要参加，因为所有朋友马上要去拍戏了，可能接下来就很忙。对啊，要拍新的戏了，下一张专辑也不知道何时，对不对？反正希望重点是健康。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再来上你的节目。新戏来的时候可以再来，我可以去内地探班啊。好，你要给张那么好男朋友，我也高兴。我没那个命。你现在不是有男朋友吗？完全没有，没有人追他。真的吗？对啊，谁敢说我有呢？好了，我等下写他的电话给你。不要这样子，谢谢他就好。谢谢苏有朋，谢谢，谢谢。
Thank you.